环形起针。再锁一针。钩八个长针。拉紧线圈，不要引拔。锁两针，翻转织片。钩八个长针加针。就是每针里钩两个长针，共16针。钩完后锁两针翻转，这圈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长针加针，这样为一组，一直循环。钩完锁三针，翻转。这圈钩长针，长针加针，长针，这样的为一组，一直循环，钩完。钩完断线，换白线，然后空一。